出来了，刚发了吗？没有吧，这么快啊？你拍吗？谁拍我？赛程出来了吗，兄弟们？你们是不是在钓鱼啊？是不是在骗我？哦，出来了，不好意思，真出来了，对，没错。我们第一场是十二号，兄弟们，我们十二号，我当时跟你们说了吧，开幕式。那个每个赛季第一场春季赛第一场肯定是去年成绩最好的那两个队，就是 TS 打苏宁嘛，对不对，兄弟们？我跟你们说了，因为第一场人气最高，看的人最多。我们第一场打 OMD， 第二场你们知道吗？我们过年前最后一场是打 TS， 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，我不知道什么意思，兄弟们。过年前最后一场是打 TES 啊，但我觉得心态最爆炸的是肯定是苏宁啊，因为现在这个 TES 这个状态，谁都不想遇到 TES， 我只能说，心态爆炸的肯定是那个 TES， 哎，不是 TES 那个苏宁，像 TES 像这个状态打谁都有自信的呀，他们，苏宁也不弱啊，苏宁就换了一个辅助而已啊，还有换了一个 ADC 嘛，他们就多找了一个 ADC 加那个就是下路嘛，他们中上也还是那三个人 Sofen、兵哥、Angel， 但 TS 真的是我操太猛了，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这次那个德玛夏杯输给 TS， 我就这么夸 TS， 打过 TS 的那个跟 TS 打比赛的队伍，就是打过 TS 的队伍都是这么说，前面赢了。前面赢了那么多，但感觉中后期打着打着感觉他们不觉得他们有优势，他们虽然什么三千的什么领先三千块钱四千块钱，但他们不觉得他们有优势，觉得很奇怪很被动，这打的都很被动，他们做视野啊什么，他们那个野辅、我只能说 TS 那个野辅真的很变态，我先回去了兄弟们，我为什么我一个猪都在这里呢，他们这次你们看，我不知道你们看了比赛没有，他们那个做视野做的真的是我操太变态了，等一下等一下我要回来了兄弟们，睡到了好像怎么听？我操！我一级学了一技能，我要跟他对线吗，哥们？这个真人在干嘛？我操！我真的是气死了！我一级学了一，我人头也没有，急了。我操，这个中单二十天没打排位，直接选左翼，古拉德 ，sorry， 哇、急了急了急了，我操，哦，好气没双操，双操没了呀 ，nice， 我操，我这都能睡到，兄弟们，我们下轮两个头没事啊，如果是灵位上的两个头，我觉得这把。不一定能赢，但是呢，路人的两个头直接起飞了，兄弟们。布拉德，我不是布拉德，我只是菜。我先跟你们说一下，我真的只是菜，我不是布拉德。打完这把不要举报我，兄弟们。我真不是布拉德，我学了 W， 不给我技能是吧 ？OK， 运气真好，英雄联盟。英雄联盟运气游戏，谢谢你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福利这么突然就推那个，他在推线，我没想线，他卡线，我不是很难受吗，大哥？睡到你了，很想睡你，大哥，我真的很想睡你。我觉得我睡到他有机会杀呢。Nice， 打得好呀，兄弟们！我这个是你想干啥啊？想干啥呢？我捡了一个技能，是非常厉害的，大哥，捡了一个疾跑，你知道吗？他好像有踢，我可能要打断他，兄弟们，完了。
没法打断。我捡了个旧手，你们下路能不能打呀？我想翻个旧手，混个助攻，可以吗？下路能打的话就打吧，哥们，求求你们了，打吧，真的，干、啊！我的妈呀！我给你救手，回血！啊？哇！你咋的？啊！把我原神拉了，自己走走。呜呼！喜欢点赞是吧，大哥？只有你会点赞吗？我也会点赞。这是，我觉得啊，没事，小事情。干得漂亮！帮我推线吧，哥。你可以干他呀！我说我们任你没有意义啊，兄弟们。算了，走了走了。我怎么感觉我们任你大哥是没有意义的呢？说实话，这……加油。你可以吗？算了吧。再次上路，我操，双刃路，兄弟们，这个左翼，这个不是左翼，这个狐狸好装。哇，这个没死啊。我觉得我有机会睡到他吗？送他！哈哈哈哈哈哈！送他！挤了吗？挤了吗？送他了，大哥！挤了！呼呼！他急了，急了，很明显，兄弟们，他急了，我刚看到了，真的。等一下，我不知道要买什么装备，上来就这样吧，2200。这个狐狸急了啊，心态爆炸了，就喜欢亮个表情，就喜欢点赞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点赞，我也会点赞。嗯，哦，只有你会点赞吗，大哥？我也会。我这两天没打排位，但是呢，状态还是特别好，非常好。我只能说现在状态非常好，随便 C 打一个钻三的区，随便 C 的啊，打韩服钻三区应该随便 C。后面有人。什么？我开团，我身上就是确实只有2200。我刚刚身上确实只有2200，那我要怎么说呢？我有2200，我也不能说我身上有2200，那我要怎么说？你们告诉我好吧。我急了，我又急了，你在干啥呢？这个狐狸，到底是这个狐狸走位好，还是我们技能放的有点问题，兄弟们？我真的很想知道是我们任你技能放的有问题，还是这个人走位好？杀一个，杀！杀不了。Nice 啊，色铁，干得漂亮，大哥！你出狂风之力吗？好像不是。你应该是吃不了。我操！啊？啊？
哈哈，这也太瞧不起我了吧，兄弟！我虽然是没有 E 的，没有 Q， 但是呢，这个人他被单杀了还在这里点赞，兄弟们是正常吗？我怎么感觉这个人也是普拉的呀？他被我单杀了在这里点赞，我觉得很奇怪。平 A 六的左翼，但我真的我只能说兄弟们，我左翼比之前好多了，这个是真的。我之前玩左翼的时候，玩的没有现在这么好，知道吗？进步了，兄弟们，这个是真的，你们不要尬黑啊！我一开始刚练左翼的时候，我真的是都没有品 A， 啥都没有，就在后面挂机，看队友怎么死，在后面 OB 队友死。但是呢，现在，太艰难了。有 W 有 A， 这个是真的，不要尬黑，兄弟们。你们可能没见过我那个时候的走音，你们可以，我建议看那个找一下那个录像，兄弟们应该能找到。因为很多人想黑我，这是故意剪那种视频，说多音逼左翼，职业选手的左翼就这么差，呵呵，垃圾什么的，有很多这种视频的，你可以找一下，肯定能找到的。我们的任女士一直想，很想帮我，只是她没有意义。我应该已经下班了，哥哥知道吗？拜拜，再见，晚安。他这个任性很想帮我，但真的技能全控，大哥刚中了一个二，还行。我们上路也太猛了吧！这个色梯大哥单杀了三次，给毛顶，谢谢你哦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我觉得这版本狂风之力色梯很猛，兄弟们，重任狂风之力色梯真的非常厉害。我希望就有机会表演一把狂风之力色梯。看看对面有没有人会选那种前面就近战英雄嘛，什么鳄鱼啊这种东西，他们选鳄鱼，我可以玩狂风这一色体。封路封路封路，银圈封路，谢谢老板300块钱。色体会玩的话，这个会给他那个助攻。哦哦，差点被单杀了。有人说中路是突破口，我是突破口，你说，你的意思是我是突破口吗？你说个屁呢！我可以捡 TP， 兄弟们，舒服了啊！我操，舒服了，应该能打，你杀吧，舒服了，舒服了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老板，舒服了，舒服了，谢谢谢谢，舒服了，舒服了。那个时候的左翼是真的偏变态，能捡 TP。两年前吧，兄弟们，两年前的左翼是能捡 TP， 那个时候左翼是真的变态。舒服了。我的 TP 呢？哦，是 W， 我操，我以为是 D，Sorry， 好久没捡过那个 TP，Sorry。不是 D， 那个是 W。 哇，好，防风这个净说举报铁男，为什么举报啊，大哥？他只是打得不好呀，你不可能是因为多音币打得不好，每一把都排他多音币举报多音币吧，对吧？他只是打得不好，打得太差了，他不是演员。这个铁男也是一样的，大哥，你知道吗？他不是演员，他只是打得菜。快跑快跑，赶紧跑赶紧跑，别走位了，大哥，就跑吧，走位吧走位吧，还是走位吧。飞飞飞飞飞，没有飞吗？嗯，是啊，你这个操作，你看了看到我的笨逼操作，你也不能举报我，因为我只是菜，我不是演员。但我们这个演雀说实话，嗯，加油，嗯，算了不说了。但我说实话，这个演雀真的是，啊，算了我不说了。但说实话，眼雀真的是啊，算了，不说了，兄弟们。别说吧，别说吧，我怕有节奏啊。啊，算了，还是说吧，这个眼雀打的怎么那么差呀？你是不是也是个 brother 兄弟？你也是 brother 吧？这眼雀怎么
打不过男枪啊，这版本岩雀是最猛的。这版本岩雀是 T1 打野，选了个 T1 打野打不过男枪，是真的无法理解。但是给我蓝 buff， 原谅你。你男枪再装逼吗？再装逼试试看，我就打死你啊！你再装逼试试看，我就打死你啊！我操！我操！去到了！你关灯，关灯，关灯，关那个关，不是关灯，关那个。我操！闪现这里，狂风这里，狂风这里，为什么不能 QQ 狂风这里，兄弟们？啊？为什么不能狂 QQ 狂风这里啊？加油！大哥在这儿。睡到了。这把感觉跟我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啊！补兵，我想睡他，我想睡他。睡你！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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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！睡到了，睡了，这次真的睡到了。我去上路，我去上路补一波兵啊，兄弟们啊！我操，好补，好补，好补！你们可以守中路，打野没闪现，打野有点装这个人。我觉得对面打野有点装，要不杀打野吧？我觉得我可以单杀的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装，他打得过我吗？哼，他不会是因为他打得过我吧，兄弟们？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直接来吧。算了，反应速度还挺快的。我发现韩服转三这分段的人反应速度还可以，真的。跟王者比的话，我觉得差不多，真的五五开，差不多差不多。毙了。转三的走位跟王者的走位，其实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的区别。Nice， 中个技能吧。我也想中技能啊，大哥，但是别人不给我，不给我呀！美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美貌怎么了，兄弟们？美貌怎么了？哦？咋了？我？哦？跟林文祥五五开？啊？别骂我！别骂我，兄弟！真的，这是真的！操！哎，一下，平 A 补点输出，刷个输出，兄弟。这次真睡到了，我现在控了多少？不要五个人都来这里，好吧，兄弟们。我操，这波真的来点作用了，兄弟们。哈哈哈哈哈！玩左一都是这样，中了一个技能就行，你前面控多少个都无所谓的，你只要能中一个技能就行。对吧？看到没有，兄弟们？你们看这个。也是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，兄弟们？这个位置他们都不敢过来，你们知道吗？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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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！我操，完了！
感觉我们刚才队友张位，其他队友四个人的张位有问题。他们就在这里，不用怕，就我一个人 poke， 我可以打很多很多血，只要中一个 Q 技能，就他们就半血，他们很脆，你们知道吗？他们真的是很脆，就等我 poke 就行。为什么他们都撤退了呀？撤退，都撤退了，可惜。感谢英迪哥不是混子送了100个飞机，谢谢。他们有点怎么说呢？太怕了。不用那么怕，我在你们旁边，还是因为我在你们旁边所以这么怕。我不在应该不会这么怕，但是因为我在，他们怕我送，这么怕吗？没事没事没事啊，14-5-3，我现在打排位只要拿到左翼都是这样，这种数据。14-5-20-3，这种非常完美的数据。你们看看干不干他就完事了。狂风之力，忘记了，忘记有狂风之力，兄弟们。嗯，我操，狂风之力还挺变态。我觉得就是因为这狂风之力这个装备，现很难中啊，这些技能，这种什么左翼啊，这种都是很难玩。妈呀，垃圾装备这种。我来。这任你没有E没有二啥都没有，跟我一样啊，大哥，我也是没有E没有 Q。不要帮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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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睡到了！妈呀，这个人真的是喜欢，为什么他飞那里啊？兄弟们，飞下面不就五杀了？嗯，干！我操，这个 AD 有大的话，这不五杀了呀？这在干啥呢？我操，这个日女，呼呼，被关起来了！救他！救他！救他！日女中一个E技能吧，大哥，求求你了！中个 Q 技能或者什么 E 技能，大哥 ，nice， 哇，这波打得真好，这波没有我，应该打不赢的，因为这个游戏毕竟是五个人的游戏嘛，少一个人很难赢，对吧？这游戏毕竟是五个人的游戏，兄弟们，少一个人赢不了的 ，nice， 有多硬币真好 ，nice。我再来，我来 poke 一下，哥们，给我 poke 的机会，可以吗？我没资格，没资格，别挤兑你，别挤，你看你自己的数据，你配吗？你有资格吗？你没资格，那就我不要吃了啊！他应该在这里，嗯。外卖，boy， 我们色提大哥不在，我们不能打，你们知道吗？色提是爸爸，色提是真正的大腿，兄弟们，我们其他四个人加起来都没有一个色提有用，这不知道吗？这些人，完了，我们眼圈就要下班了，我操，这走位，完了。完了，来我这。能不能中一个技能啊？多硬币，求求你了！你跟日女真的是两个人，一个技能都没有，全控。我操，技能全控！哇，这个，哇，中了！我操！中了！哎，nice！走了。
他就有机会了。等一下，兄弟。兄弟们，我操！起飞！我操！别起飞了，别起飞了！慢慢，慢慢，慢。干嘛呢？还在起飞啊！我操！我怎么捡了一个幽梦啊？好气！还在这走，走位大哥。这凯莎说：“左翼能不能不要发信号？”你也在发，你跟我说不要发信号，那你来呀，大哥。那你来呀，大哥。我不发信号，你哪一点作用啊？你前面拿了两个头，一级拿了两个头，跟林伟翔一样，一点用都没有。五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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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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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秒。林伟翔虽然打得很菜，打得很差，但他心态很好。但你这个人打得又差，心态也很差。你有什么东西？你这有一点用都没有啊！你看毒音笔。你看多音笔虽然打得很飞呀飞呀，我们 AD 为什么不飞呀？飞呀 ADC。晕！我操，捡了个中亚，捡了个中亚有点可惜。我捡了个中亚，兄弟，哎，好可惜。晕！这波团还可以。说实话，这个 ADC 自己玩的也不好，还在这里逼逼说别发信号，那你来一点作用吗，大哥啊？对吧？缺到了，好像没有缺到，缺到蓝 buff， 算了。我这波团打得这么好，你呢？好失败。哦 ，sorry。他怎么回到满血了？这个刚才不是一滴血吗？哈哈 ，sorry， 那不是满血吗？兄弟们，不是你们，别从你们不要老是我说什么，然后我死了，然后就重复一遍，好烦啊！你们真的是，别恶心人啊！我是你们的主播，你们要保护我，保护保护，请保护打在公屏上，兄弟们。哎，怎么在保护这个 ADC？ 怎么在？保护我。好气好气！我来我来我来，等我等我等我 poke 真的，但我这个没闪现，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。热女给我即刻啊 ，OK 还行。我完了，这局我操，四没了。我操 ，Blood 兄弟这个牛头 W 干得漂亮，兄弟们，先把龙打了啊。睡着了好像，呜呼，呜呼，闪现，再捡个闪现，再捡个幽梦，哇哦耶！辅助没闪，上单没闪，兄弟们，这波团我打得真好，我操！我刚睡到那个铁男，你们看到没有？铁男刚刚零输出零作用，直接被秒了，完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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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Nice， 其实我这把能捡的技能很多，幽默、狂风之力，然后正义荣耀，能捡的技能其实挺多的，但有用的也就那几个，我觉得。看一下吧，我想睡他，我想睡他，我想睡他，睡到了 ，sorry，
跟你有屁关系啊！你们不是喜欢看数据吗？我这把数据9-8，为什么没有人夸我呀？不是，你们平时那么喜欢看数据，看比赛就喜欢看数据，为什么打排位不看数据啊？不会有人在激我这把控了多少个E技能吧？没那么变态吧？之前我玩什么英雄来着？我玩一个机器人还是什么英雄？他们在激我技能空，我操我操，控了多少个？每次用 Q 技能，他们是0-1、0-2、0-3、0-4什么的，好恶心！再给我，再给我！哎呦，我是，哎，真的是。飞吧飞吧飞吧，那我怎么去的？我操，进要98K 了，兄弟，假装在这里回家，男枪肯定要打我，然后呢我从这个地方绕一圈就破回家，他们以为我要回家，但是呢不好意思，我没有回，点被别人烫死，再见。我的左翼有2个可以打输出，一个是点燃，还有一个是 W 的技能，哈，有3个，不好意思，有3个，兄弟，再来一遍，我有3个技能是可以打输出的，一个是点燃，一个是品 A， 一个是 W 的那个技能，谢谢你哦。怕不怕？靠 W 品 A 点燃，然后我点了，我闭了，我先闭了，我先闭了。舒服了，舒服了。我现在，他们怎么在打大龙啊？我不在呢，兄弟们。加油，我上去吃兵了。输出全靠 W 和平 A。No， 还有点人，还有 W 的卢登，谢谢你啊，卢登。确实，卢登打了2000多的输出，兄弟们，打的蛮高的。捡了个治疗，还行。慢慢来吧，别急，我现在装备非常好，最好是等我帽子啊，我有帽子的话应该可以秒人，没有帽子有点，我操，这自己怎么一个人打3个，不会真以为自己很厉害啊，完了，不会真以为自己很厉害吧大哥。我发现打牌有很多人喜欢装逼，就是前面很肥，就喜欢一个人打3个，一个人打2个，就跟多音币一样，多音币玩永恩，前面打野或者辅助帮他抓2次3次，觉得自己打得很厉害，自己对线无敌，然后就一个人打3个送，然后就说 sorry， 然后被放盘，打小二无烟都是这样输，所以排到多音币的人都是，我跟你们说，很多人都不想排到多音币跟林伟翔，这个是真的。我今天在那个广州就打德玛夏杯的时候，跟林伟翔双排，我们14连败，我们双排14连败，那时候没有人想排到我们2个，知道吗？看这个，看这个。哦 ，yes， 走位躲一下技能，这个都是基本操作，兄弟们。呜呼，一个都不会中。异常都不会中，走吧走吧走，憋死憋死憋死，要回家出帽子。对面想排到你们啊，对面想排到我 ，OK， 谢谢你。然后确实，然后比赛被3-0，能不能不要说比赛？那是去年的事情，大哥。今年新的一年重新开始，好吧，能不能不要说，不要讲去年的事情，都已经过去了，今年是2021年，大哥，德玛夏杯是去年，好烦啊，你这个人，你在搞我心态是吧，你在搞我心态，我就出中亚了。 OK， 我要出中亚，满枪打我好痛，给我等我 poke 一下，哥们 poke，他怎么弄？我好开的好，开的好，怎么开的非常完美，开的非常果断，这么果断的开团，这波打不赢的话，我只能说队友打得不好。飞过去，二林伟翔 LWX。哦，这个 ADC 不会玩，他有血晕太怕了。
我这飞过去不就送头？哇，这个牛头二连，哇，这个牛头真的是我只能说是好兄弟 brother。这个牛头的二连我真的是吐了，兄弟们，什么意思啊？流星送吗？我们这里有灵尾山，对面有流星送，可以，不会二连的牛头啊？这什么意思啊？呼呼 ，A 塔吧 ，A 塔吧，兄弟们，这个有点装，这个有点装，起飞把他抱走，然后呢，正时伤害打你，你就下班了，大哥，知道吗？色体 W 那个中间，这是正式伤害，正式伤害，兄弟，你顶不住啊！你都没有吸血，还想吸啊？有个死亡者，男枪不能这样出装的，你膨胀了，男枪要出动攻。这边这是不是流星送啊？这二连这都不会，不会二连的牛头只有一个人，就是 LQS 流星送 ，Fun Plus 的辅助流星送。